林峰以十三优歌手的身份出席百万行活动，刚刚做完澳门演唱会的他一早就来到现场，还不怕体力透支。而同场的徐子珊就很开心地表示，现场有很多人叫他做高清，即是美丽高解像里面的角色。因为其实挺难，我觉得有一个剧大家会记得那个角色名啊，咁样咁啊，系咯，多谢监制谂一个咁好嘅名，容易记嘅。庆祝未有啊，因为而家都忙紧，又嗰个贺年剧都未拍完，未有谂其他嘢，最紧要手头上，因为呢个剧好赶啊，佢2020年要播咧，咁所以都系咯，初二至初七要播，所以而家都好密锣紧鼓咁样拍紧嗰个剧。